是能在你身边任性，举杯回忆那些疯狂的过去，那个男孩，那坚持的勇气，让我们顺着时光一起老去，一直到彩虹尽头。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广州大学酷酷乐队和新生班主任薛凯琪给我们带来的合作考核表演。等你说爱，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他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Let's go.